眼中在颠倒影的世界，几分是清晨几分茶，此处不不少规则，需要人牢牢的记下。首先是身高高度围墙，没有人会想越过它，只有那路虎月亮在空中自由的悬挂。对，而若别人赠予咖啡，绝对不能顺口而下，女巫最擅长催眠法术，别擅自凝望它。第三是成风买手架，就必须要强制拉扯，不需要等到双手双脚都全部交成花。夜前太茂心的优雅，蛇吟用水将筋骨吞下，不要胆怯，锋利规划爱上错的陷入沉默。天上的星星不说话，地上的娃娃想妈妈，天上的眼睛眨呀眨，妈妈的心鲁冰花。家乡的茶园开满花，妈妈的心肝在天涯，夜夜想起妈妈的话，闪闪的泪光鲁冰花。我知道半夜的星星会唱歌，想家的夜晚，他就这样和我一唱一和。我知道午后的清风会唱歌，童年的蝉声，他总是跟风一唱一和。当手中握住繁花，心情却变得荒芜，在
发现世上一切都会变卦。当青春剩下日记，乌丝就要变成白发，不变的只有那首歌在心中来回的唱。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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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是哪一位歌手？谁呢？我要先跟各位讲一下哈，其实在后台根本不是龚老师他们抽的签，今天的出场顺序全部是一个人决定的。啊啊，排这个出场顺序的人是乌梅子酱，他把您排第一个，他自己排在了第二顺位。哦，是因为他最想听我唱，对不对？哎，你说对了。恭喜滕老师射中我们的光明优备区域，开启隐藏福利。您不仅可以自行选择是独唱还是合唱，更可以决定所有人的上场顺序。喝一口光明优备鲜奶，每升不止200毫克活性免疫球蛋白，赋予你更强保护力，开启你的光明优备鲜活福利吧。啊，感谢光明优备给我这么个权利啊，这个权利很大。这是我们的六位歌手，这个应该是我，穿着蒙古袍，我总不能第一个上吧。这是个女孩子，我觉得她第一个唱，书可以第二个唱，然后换个摇滚，这个绝对是摇滚。看，最后这两个，感谢光明优备给我的好运，增加信用值，提高保护力，就喝光明优备。乌梅子酱它的边上是两个话筒，还真是合作舞台。同样抽到两个话筒的歌手是，哇，乌梅子酱，我告诉你，除了敖英男孩抽到的是单支话筒 solo 之外，其他的全都是两个话筒。你可以选择男男对唱，你也可以选择男女对唱。老师，我知道你是谁，是我。蓝蓝的天空。你们是已经很明确的知道乌梅子酱是谁了是吧？啊，连代表作都开始唱了是吧？就是拉票，想展示一下才艺，大家来一下意大利语，准备。才艺，才艺展示。萨隆塔纳鲁诺，那卡塞勒莫卡多的佛米尼诺斯科沙特雷莫。再来一个，来个法语。Tout ce que chante résonne
是这样吧，到这里了，老师，谢谢我。Bravo！ 我现在突然之间很恨每个人脸上的那个面罩哈，因为我必须告诉超级蔡雅人，你这样唱，乌梅子酱的脸上没有表情，我这儿看过去了，一点表情都没有。刚才这个超级赛亚人哦，就这么两下，太厉害了！谢谢谢谢。我没什么才艺，我只有一片丹青照汗青。我表白乌梅子酱，就是我的那种形象，那种气质。我今天啊，希望我的合伙人，希望是个女生。哎呦，抱歉，懒龙，你没有机会。好吧。那接下来就是在辣妹和赛亚人之间了。这两个，我都想合作。那我们一起唱吧，三重唱呀。我希望跟这个怕冷的妹妹也一定要合作一把。哦。那么今天呢？我还是跟这个超级赛亚人合作一把。哇，谢谢乌梅子酱老师。希望我们俩在我们的歌碰出音乐的火花。好，那接下来看一下我们的曲库单。你们是可以在南雀、鲁冰花、寄明月这个三首歌当中选择你们在舞台上的合唱曲。我选鲁冰花。欢迎各位登录新浪微博，关注东方卫视我们的官方微博，参与舞台超会评，边看边聊，为你喜爱的舞台点评打分，也可进入我们的歌话题，也参与我们的歌许愿连线、全民曲鉴等活动，解锁更多惊喜玩法。唐格老师 I know him from 2018. If I need to share a stage with some biggest professional with唐格老师, I'm going to be very happy, of course.特别开心啊，我们上一季的惊声拍档当中的一位来到了我们的现场，我们的腾叔啊。腾叔呢真的是长辈级的歌手，但是在我们的歌的舞台上论先来后到，他还是您前辈。不要这样，海哥，我害怕。肖云参加的是第四季嘛，腾叔参加的是第五季。哦，腾叔平时对肖云有关注有了解吗？我还真听过他那个滑腔很厉害。我其实私底下经常模仿腾叔。哇，我的家，我的天堂。谢谢。好好。
尤其哈、啊，把腾叔特别有特点的那个咬字儿学得特别的好哈。对，那我们今天两位首次合作，我们来看一看他们为我们呈现的鲁冰花会带来什么样新鲜的感觉，好不好？两位，舞台留给你们。腾叔，我们来确认一下啊 ，A 的话就是您的部分，对啊，对 ，B 的部分就是。好的，好的，好的，好的。OK， 我加油，我加油。好好好好，嘿嘿嘿嘿嘿。天上的星星不说话，地上的娃娃想妈妈，天上的眼睛眨呀眨，妈妈的心鲁冰花。家乡的茶园开满花，妈妈的心肝在天涯，夜夜想起妈妈的话，闪闪的泪光鲁冰花。我知道半夜的星星会唱歌，想家的夜晚，他就这样和我一唱一和。我知道午后的清风会唱歌，童年的蝉声，他总是跟风一唱一和。当手中握住繁花，心情却变得荒芜，才发现世上一切都会变卦。当青春剩下日记，乌丝就要变成白发，不变的只有那首歌在心中来回的唱。
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两位歌手，谢谢谢谢，完全呈现了一版只属于这个舞台，只属于你们两位的《鲁冰花》。这首歌最早是台湾的一部电影的主题歌嘛，曾淑琴的首唱。腾叔，这首歌是怎么成为你的记忆当中的一首歌的？这个对我来说是真的很熟，但是从来没有正经八百唱。这一次选这首歌以后，我也复习了一下。虽然它是一首儿歌，但是呢，这个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妈妈，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童年。所以我虽然这么一个老同志，我也是每次唱到妈妈这两个字的时候，我还会想起我的母亲。我先要问一下龚老师哈，以前您跟腾老师应该有过合作哈。是的。你有没有发现腾叔有一个特别大的本事，就是什么歌到他的嘴里之后就立刻打上了他强烈的个人烙印。他很有自己的风格，但今天的这首就是腾老师您第一句出来的时候，我就感觉那个星星就出来了，真的就是满天星星，很感动。谢谢。一句就唱到心里了。而且腾老师唱歌就是你们感觉使劲儿啊，就是其实不是，他知道什么时候该用力，什么时候该松开。然后肖云啊，我的老乡，老、啊、对，我的老乡，声音那么甜美，就是你唱的时候就感觉那星星变成了花，就真的是一朵一朵的花在开，好干净的声音哦。哎呦我老乡你真棒，哎你太了不起了。哎呀因为你棒啊。哎呦哎，那我们一定要一起唱哦。看你们此时此刻我们俩站在这儿的时候，大家觉得有没有一点瑕疵？没有吧？我没有拖后腿妆，没有任何瑕疵，多好啊，是吗？而且再加上这首歌本身它的经典的这个程度，我觉得很好的诠释了六季以来我们的歌最重要的两个字，传承。其实好听的歌就是这么一代一代的传下去的。对，而且我觉得本来以为是一个很简单的歌，对，结果被你们唱出来变成了一个很大气像音乐剧一样的歌，真的很好。我唱的也特别感动，我特别喜欢就是回头的时候看到腾老师在微笑然后在跟我唱歌的那种慈祥的感觉。因为上一季我听到腾老师唱了一首父亲，我也是循环了很久。还在为你而担心啊，我牵挂的孩子啊，长大了。那会儿我就在想，有一天如果能跟腾老师一起合唱父亲，我一定也会特别感动，会哭下来。但今天虽然没有唱父亲，能够唱鲁冰花也把我带到了家的感觉，就很感谢腾老师。谢谢。我们俩是一老一少，可是站在我们的歌这个舞台上的时候，其实我们俩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歌手。歌手。那么哎呦，有人要讲话是吧？哪位？你好，你好。How are you? I have a couple questions for my younger sister. If it's possible, let's do collaboration together. Of course! Of course, because I'm more suitable for you than Tanger 老师。谢谢，谢谢哥哥。OK, 那敖英男孩没想过要跟我们的腾叔合作一把吗？ Tanger 老师 just speak.Professional and I very respect his character and personality. In the future, I want to do some collaboration with him together too. 其实我跟他合作过。您怎么就知道你以前跟他合作过？首先他是个外国人。然后聊着聊着我就估计他就是那个人。好，待会儿我们来看看是不是您猜的那个人哈。哎呀。刚才看到鲁冰花的舞台呀，萧云他的音色让我觉得他特别童真，我觉得这种童真的感觉是独一无二的。这个萧云和腾叔两个人我都超级超级想合作搞一个三重唱之类的，我们一起唱父亲。所
所以刚才肖云他说他想唱父亲的时候啊，其实我在下边一直是这样抱抱，很想抱抱肖云。一会儿看来抱抱我。对，我一会儿下来一定要抱抱你。所以在这里呢 ，dream 一个三重唱，可以啊。再 dream 一个和腾叔的两人组合吧。好啊，那我们就看看这一轮结束了之后，你们抽签有没有办法抽到三人合作，好不好？好，那我们再次的先把掌声送给肖云和腾叔，谢谢两位，谢谢。我们接下来今天的第二首歌了，第二轮要出场的歌手是你的合作搭档，是两人曲目还是三人曲目？两人曲目。是先和男歌手合作还是先跟女歌手合作？男歌手。不会腾叔连唱两首吧？就是腾叔，不是，其实就就是我们的 Dimashi。 走吧， Dimashi 已经迫不及待了。大家可能觉得我跟他唱法什么的会很相似，我们又是唱歌剧的，然后音域都会比较宽。如果可以的话，我觉得我其实很期待跟迪玛希老师唱歌剧的。Hello， 迪玛希老师。你好。I like your show. Thank you. It was amazing too. 我翻译一下。音乐老师给我们选了一首歌，然后看一下你有没有兴趣，我们一起学一学。Can you translate to Kazakh language? Подыскивает нам песню, чтобы узнать, интересно ли тебе, и мы выучим ее вместе. Хал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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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хале. 然后，我们听一下这首歌吧，叫《红月亮》。Yeah, I like it, sounds good, and I think it's this song gonna be very suitable for both of us. We can try Chinese song. Okay, okay. I don't understand where I need to sing it. Which parts? 确实，这首歌它的旋律跳动又很强，然后中文也很绕口，有很多一些就是不在调内的音。对于就是迪玛希哥啊，因为他的母语不是中文嘛，所以他其实唱这首歌对他来说难度更大。I can help you for the Chinese. Okay, okay. Okay. 别先开。别先开。Great. 魔性的优雅。魔性的优雅。黄小云 she's a very kind woman and a very nice person. She helped me to learn this song because I had so many problems with pronunciation in Chinese language, and she did hard work with me. 几分是清晨，几分茶，此处不不少规则，需要人牢牢的记下。首先是身高高度围墙，没有人会想越过它，只有那路虎月亮在空中自由的悬挂。对，而若别人赠予咖啡，绝对不能顺口而下。女巫最擅长催眠法术，别擅自凝望它。
第三是成风买手家，就必须要强制拉扯，不需要等到双手双脚都全部交成花。夜前太茂心的优雅，蛇吟用水将筋骨吞下，不要胆怯，锋利规划还想做的沉默只剩几点？对，感觉这故事才开始。对，后面的让他们慢慢讲。没错。You best. You best. 我们把掌声送给两位歌手之外，也要送给流星弦乐团的各位演奏家们，谢谢各位。谢谢。谢谢。我们还沉浸在腾叔跟默默的那个柔情当中，突然之间就来了这么一个稍微有点暗黑的一首歌哈。对，我有一个感受，我和刚才跟龚老师我们俩说了，说感觉没完，我想等一下那个解决的最后那一下，但是他没有给那下。龚老师说特别好，这是开始，你们还要继续讲你们的故事，未完待续哈。对，所以那个留白，那一下震撼是留给你自己的心的，所以说那个震撼留在里面的那个，他会久久忘不去。真的特别感谢你们的演绎，谢谢。谢谢齐哥，谢谢。哇，在舞台上我觉得他们俩完全是把我拉到了另一个空间的感觉。我觉得他们两个人其实是那种各自为王的感觉，然后两个人呢又暗生情愫，又互相博弈，然后最终他们有可能应该是汇集到了一个城堡里吧。我觉得萧云妹妹一直在成长在进步，刚才她说我穿这个蓬蓬裙像天使，她这场表演让我觉得她是一个暗黑天使，很有魅力，怪不得迪玛希想要跟萧云合作，这是一个非常正确的选择，你们表演非常非常棒。我觉得看你们的舞台特别养眼，是不是？
好和谐啊，声音和谐，形象在一起，好帅哦。然后我也为我的老乡黄霄云自豪，我跟他一样都是音乐学院附中这样出来，但是我比他大嘛，看到他就好像看到年轻版的我一样。谢谢学姐。我说心里话，在好多音乐会上是听不到这么好的声音，特别是迪玛希他们的高音唱，我在这都啊这样听得特别过瘾。那当然他们两位会有这样的合作是基于 C 组第一集的金曲试炼，霄云其实表演了很多歌唱的基本功，所以迪玛希跟我们的导演组说他想跟他在舞台上唱 Chinese Opera。 Chinese Opera， 迪玛希我要告诉你 Chinese Opera 是 Peking Opera。 你知道 Peking Opera 是怎么唱吗？ I know but I can't sing。 啊啊，现场有一个人能唱，来齐哥。我觉得这个我得站起来，因为这个我略会皮毛。迪玛希，你愿意我唱一句，你唱一句吗？ I'm gonna try to do my best。 我们要唱头通鼓。打鼓的老师可以给我们一个通通的节奏吗？我们让他听一下京剧跟摇滚结合起来是什么样。头痛啊骨沾烦躁，耳痛啊骨惊战袍，三痛啊骨沾烦躁，三痛啊骨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刚才的这一段啊插曲啊真的是太棒了。今年我们的歌其实想讲的就是搭建这样一个舞台，让音乐成为跨越国界啊跨越语言的一种交流的方式啊。啊，今天非常谢谢迪玛希的这个现场的表演。我觉得我非常的幸运，然后也很感谢迪玛希哥选择跟我一起合作。我还为了他学了一句哈萨克语。稍等一下，斯达。Urgen aha， 现教。Urgen aha means older brother， 这是哈萨克语是吧？阿哈是不是哥哥的？对，蒙古语哥哥也是阿哈。哦。还有一个是starshi brat。Brat。哦 ，starshi brat。It is in Russian language. Ülken ağa, it is in Kazakh language. 又有俄语，又有哈萨克语。哦，明白，明白，明白。你看，在这个舞台上还可以学到很多不同的语言哈。迪玛希，下一次如果再想学中文歌的话哈，你的霄云妹妹，你可以向她发一个邀请，因为她最近呢新歌马上就要发了。她不仅唱得很好，她写也写得很棒。Maybe 你的下一首中文歌，你可以向他发邀请。Of course， of course。如果你愿意的话，霄云愿不愿意把这个新歌的首发放在我们的歌的舞台上？来来来啊！我的天哪，终于有一个舞台让我唱。这是我的人生中的第一张原创专辑，然后主打歌《梅雨季节》。所以，可不可以那个键盘老师弹一下？抱住我们雨季节，话贴在耳朵边，爱情的象征，心弦远的像光年，因为在梅雨季节人会听
very clean。谢谢谢谢谢谢大家，这是第一次梅雨季节问世。好的，我们也再次把掌声送给肖云和迪瓦西，谢谢两位。就是本场的最后一个表演，有的时候人生很奇妙，很奇妙。接下来要表演的这一对，他们老乡，他们师姐妹，这是两个人的第一次合作吗？对，不光是第一次合作，其实我俩也是第一次在就相遇。我俩，我们早就相遇了，老师。在2014年的10月份，您来过我们的母校。作为优秀校友，我给你合了影。那次第一次见到龚老师很激动，跟他说，老师，希望以后还有机会能再跟您见面。那会儿我还转发了微博，因为他在微博说从贵州到北京来读书很不容易什么的。然后这次呢能见到龚老师，他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善良的学姐。跟你合作的话，我觉得要唱一个能够放光的歌。嗯，我也关注你好久了。谢谢谢谢。对，我也看到网上有很多人他们会说一些并不好听的话。嗯，你看不看他们说你的？然后你看了你会不会伤心？有过，我现在是不会看了，就是我觉得我不想因为这些事情影响自己。我最近做了一首歌叫如歌，我觉得这个歌词特别像我们俩。如果别人抑制你的疯狂，就是他们压抑你，他们说你不好，但是我们都要逆风飞翔。嗯，我们要相信自己。有人说别太狂，限制你的锋芒。好，对不起，我们必须停一下，词儿唱错了，你的一定不能唱错。好好好好，抑制你。好，不好意思。对，没事。就是因为有的人说你别太狂，这不是说你吗？他们就巴不得抑制你的锋芒。好，可是你控制不了你躁动的心脏。好，所以这个特别重要啊，刚才不能唱错。好，我们再来啊。我很感动，这首歌歌词就是冲破阴霾，会有一种讲述我一些个人心路历程的感觉。我觉得肖云在这样的一个年龄，他需要更多的鼓励，所以我希望我这位老乡很有才华的黄肖云可以坚强。本节目由更多活性免疫球蛋白更强保护力的光明优倍独家冠名播出。本节目由北欧超豪华纯电 MPV 沃尔沃 EM90 特约赞助。
边的滚烫，有种声音来自内心的海洋。命运接受挑战，踩着冷眼目光，撑起我信仰。心跳不停扩张，是炽热的张琪的已经非常的炸裂了哈，那个是男生的力量哈，他是这个女性的力量爆发出来，我的个天，太厉害了哈。我尤其喜欢这个歌的歌词啊，很励志，很励志。这首歌也是龚老师首次用这样的形式唱这首歌。对，这是一首原创歌曲，我们第一次在舞台上演唱。因为我原来唱的歌吧，大家都说你唱的歌太难了，我们都学不会。我说那我们可不可以做一首大家都可以唱的啊？所以我请制作人欧中健老师，他就作词作曲，专门为我制作了这首歌。我也希望我的歌声会给很多人鼓舞，带去希望。哇，真的很享受，很想冲上去一起燃，一起炸，但是看到后面那么高的音我又退了回来。我真的觉得只有萧云和龚老师他们俩可以完成的这么的有力量，真的是 girls power。 而且他们唱到最后呢，其实是互相成就，努力的衬托对方，希望彼此更好。我觉得这就是女孩子之间非常美好的一些品质和力量。这是一首一个灿烂辉煌的一个作品，你们二位发挥得特别好。还有一个是巩俐娜，她特别会选歌，这是一门艺术。谢谢你们。谢谢。 It was a great show. I feel your emotions, I feel your energy, I feel your power, I feel your passion, because they are too different, but but 很重要哈。特别好，特别好，厉害，厉害！谢谢。好难得哈，就是把迪玛希的中文给逼出来了哈。对，我听懂，我听懂了。你听懂的是他们唱，还是听懂的我刚才说的话？我听不懂，不好意思。无论是从舞台还是两位的演唱，我都觉得特别好。龚老师的音色穿透力太棒了。我们唱那首歌就是跟光有关的，这首歌也是跟光有关的，我们都相信光，所以我相信接下来的路都是一片光明，我们的歌会有更绽放光芒的时刻。谢谢。我要问一下现场的朋友，今天的表演都结束了，你们听过瘾了没有？没有听过瘾，我试试看，我想要一个小小的 bonus， 因为我知道两位都来自贵州。对，我们的萧云是布依族，对吗？你看贵州还有侗族、苗族、水族，对，黔东南自治区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音乐语言，所以两位在贵州土生土长的歌手，
听一点点贵州的声音可以吗？哎，你唱一首布依族的最有名的歌。布依族最有名的歌应该是《好花红》。好花红，对，那我们一起唱吧。太棒了，太棒了！还没完呢，哎，等，他说还没完，还有最重要的是，哎呀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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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高音，忐忑，嘚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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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两位唱了贵州的，我刚从西藏回来，我能唱个西藏的非遗播秧。哇，太好了！肯定在采风的路上学的。来，呀啦佩姑姑你个姑啊嗦嘟嘚，日来西藏姑姑家。我觉得太好了，摇滚歌手现在唱戏曲，然后又去民间采风唱民歌，我还会跳锅庄呢。对，鹏哥，哥，我觉得气氛烘托到这儿，您不唱两句过不去啊。那我也唱一首贵州的苗族歌。啊，飞歌还是情歌？听着啊，哈啾农业带跑他。等一下，这是喝酒吗？酒歌吗？对。哈啾。I think you just don't want to sing it for free. We need to pay for him if we want to listen more. 我觉得这一刻应该让丁马西唱一个自己的家乡的歌。Yes, of course. 哦，太好了，哈萨克斯坦。Ver has par maral da da korlo hayo.табиғат берген екен күн мен айын мұрат қайс екен жан бәр ау жетпес дәриға арманым көпне қылайын哇，我的妈呀，真好听，谢谢。哎，我有一个要求好不好，他唱一句我们大家跟他学学呗。哎，我们也学学哈萨克斯坦的歌对吧。 Let's try to sing together. 好。 Berhas barmaral da da 太长。Amazing, please, please. 以后教我们唱完整的，有机会我们可以在舞台上把你们家乡的歌也唱出来。Yes, of course. 哎，霍成，来唱首东北民歌。真是，
穿公主裙让我唱二人转。嗯，给大家简简单单来个小拜年吧。天儿啊，家家团圆会儿啊，少的要给老的拜年呐、啊，也不论那个男和女呀、啊，哎呦呦呦呦呦，哎呦呦哎，都把那个喜声传呐、啊，哎呀呀呀呀，都把那个喜声传呐、啊，哎呀。Bravo！ 谢谢谢谢各位，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卫视春节晚会。海哥，有没有机会之后咱们出一个民族戏的一块儿，都大家唱民族歌？真好，都唱自己家乡的歌。原来我真的以为民歌大家会觉得土，观众会不喜欢，但今天最后的那一下连默默都跳起来了，二人转唱起来声音那么好听，我真的是没有想到，所以感谢我们的歌的这个舞台非常的多元化也很包容。 21st century still the cultural exchanges is very important because we are not only singers we are working like a diplomatics。再次的掌声送给黄霄云，送给龚琳娜老师，谢谢两位。